首先呢，我们要弄这个 lock， 就要需要到这个 apps kt lock， kt lock apps， OK。So after that， 我们进到去，我们就可以加它。加它过后，我们会来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开门咯。一按这个，它就可以开门。So 就可以开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 generate， 可以 add 一个人。So 就是在这个 generate passcode 按下去 add 人。So 这个人就是这个密码，这个密码过后我们可以改的。也可以 set 这个只有几时到几时我们才可以去才可以给他进门，比如说我可以 set 今天到明天，所以一天里面他也是可以进。OK， so generate passcode 他就会给一个密码，你这个就是那个人在这一天里面可以进到的那个密码，然后这个是一次性使用，就只可以用一次，不如你是请工人来打扫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说他进去的时候只可以进一次咯，然后会回的时候出了他就不能再进了。所以在这边我们这个 passcode 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我们所弄过的那个 passcode 那些咯，就 general passcode 那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加的，它的密码是273 2738 0332进就可以开了。 OK， 所以如果要换的话我们就按下去，这里就可以换了。然后这个是卡，所以这个是 IC 卡，我们就可以 add 卡咯，它是用这 My Fair 的卡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add 卡。 OK， so name 卡我们可以放，然后也可以选择只有限定时间或者是这个永远都可以用。 OK， 等他讲完 Please swipe your card. OK OK， 那好就可以了。 OK， 所以现在就会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是我的哦 scan 卡。 OK， 也可以开了。然后就是加指纹，这里有个 fingerprint， 下去，同样的也是在楼上按 add 名字，然后日期或者是永远 ，next，OK， 按 next， 然后等他讲话，按试试。就好了了。所以现在我就要用指纹开门。OK， 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家有很多个人，你要给他们全部都可以用手机来开门的话，你就可以 authorize admin。然后加可以放 permanent 的，然后放这里，我们可以从我们有的电话号码里面直接选那个人 send 过去，只要他有 app 他直接就可以 active 了。然后这里是 record， 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所做的全部东西，然后这里是一些普通设定，所以就这样子吧的。
然后如果是你的device 没有电了，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个口，我们可以拔出来。OK， 然后它有给钥匙，我们就可以插下去。就可以开门了。OK， 开门就可以了，松开了。或者是如果你也没有拿到钥匙处的话，没关系，它下面有一个插头孔，你可以在这边拿来的 power bank 来给它暂时有电，让你开门，然后你就可以换电池了，过后开了门后就这样子罢了。它是用这 My Fair 的卡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Add Card， OK， so Name Card， 我们可以放，然后也可以选择只有限定时间或者是这个永远都可以用。 OK， 等它讲完。 Please wipe your card. OK， OK， 那好就可以了。OK， 所以现在就会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是我的。scan 卡 ，OK， 可以开了。然后就是加指纹，这里有个 fingerprint， 去，同样的也是在楼上按 add， 名字，然后日期或者是永远。And next， 然后等他讲话。And 试试。Please press again. Please press again. Please press again. Input successful. OK， 收就好了了。所以现在我就要用指纹开门。Operation failed. Operation failed.OK， 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家有很多个人，你要给他们全部都可以用手机来开门的话，你就可以 authorize admin， 然后加，可以放 permanent 的，然后放这里，我们可以从我们有的电话号码里面直接选那个人 send 过去，只要他有 app， 他直接就可以 activate。然后这里是 record， 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所做的全部东西。然后这里是一些普通设定，所以就这样子吧的。然后如果是你的 device 没有电了，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个口，我们可以拔出来。然后它有给钥匙，我们就可以插下去。就可以开门了。OK， 开门就可以了，松开。然后如果是你的 device 没有电了，你可以从这边有一个口，我们可以拔出来。然后它有给钥匙，我们就可以插下去。就可以开门了。OK， 开门就可以了，松开了。或者是如果你也没有拿到钥匙处的话，没关系，它下面有一个插头孔，你可以在这边拿来的 power bank 来给它暂时有电，让你开门，然后你就可以换电池了，过后开了门后就这样子罢了。